请问公主人夜召见微臣，有何差位呀？
这段未了余情，是不如何了断呢？而此青云虽然失来无骨，但仍不失为知情知性。若一旦知道秦王还都夺爱，那是主一怒之下，定不惜议论激石空转，是勿以疲弊之心，又何足言容呢？真怕青云佢性命堪危咯。
分毫先不可违法。秦王清神困难，好要为你依恋咧，情啊迷啊，通观烟，想说在最英台，你是奉寡人。
知第一世，你快些离开此地，我问长问短，常言有道，国家打中门前雪，你咪连发权威呀、啊。
看马公龙会干得坏一三嘛，你出来给你唱天上
恨，恨失无情女子立花心，怀疑无可怨，舍命啊
凌烟那国上都已被
大丈夫何患啊无差异，孤独人生如梦，好快黄土长迈。使下你刺激成狂，我忍不住偷睡泪涕，处处逼人幻境，竟要吞声忍气把头低，但求把性命保存，你何必再贪图啊，为了我与你情同父子，何因你抱恨将啊喂。
想同孤王饮翻两杯，庆祝我得到一位如花佳丽咧。大王，老臣此来非求饮食，无非有一意进谏。若果大王欲称雄天下，且莫沉沦色海，而至一位功亏。刚才你叫我哋赵国臣民不识法例，估唔到你哋上国大臣一样都系咁无赖。产生，你竟然逆孤之意，孤王若不念你是三朝元老，定然将你斩首，把你一命归西。哎呀，大王，请勿累啊，停阵啊，路啊，你暂息啊，虎狼啊。
问王藏铁汉，谁无四妾三妻呀？
谁枉作为？哎呀！全不念，问谁不能我交还难。功劳汗马你尽为王，公事杀人杀我马爷。Yeah.